哎，腿里不舒服啊，腿里不舒服啊，好像这边光线很亮，靠这边啊，这个光啊来自沙漠啊，沙漠上干旱，干的一点水分都没有啊，干的一点水分都没有，太阳光一照就反出来的光特亮啊，植物当然长不起来，没水，植物当然也长不起来啊，所以呢。外星人已经规划了啊，等到仗子搞完以后，怎么，给沙漠里边送水啊？怎么给沙漠里边送水啊？一旦水送下去以后，慢慢，这个水有了水分以后，空中也有水分了啊，地上也有水分了，空中有了水分，有云啊，就把太阳光挡掉一点，地上有了水分了啊，反光就没那么密。厉害了，这样的话有反光引起头顶不舒服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。